今天为什么迟到？老师，我今天六点就起床了，但地上的车实在太多了，堵了两个多小时，所以我才迟到的。哦，原来是堵车呀。你家离学校就一条街，你走路过来和堵车有什么关系啊？给我去罚站。雅芝儿，你又干嘛迟到了？老师，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。然后呢？这和你迟到有什么关系？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家门口的红绿灯一直是红色的，我就只有一直等着。你倒是把那个红色墨镜摘了呀！给我去罚站。小平，站住！为什么迟到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爸爸的见义勇为牺牲了。牺牲？小平，是老师对不起，别难过了。希望你爸爸他……终于舒服了。老师，我爸爸他昨天看到楼下有人打麻将，生气憋了很久，于是他牺牲了自己的上班时间去陪他们打了个通宵。结果今天早上家里就没有人叫我起床了。你给我去罚站！